噔噔噔，奇迹的时代出发。哦，奥斯卡的教练你好啊，哎，又来了很多新货色哦，嘿嘿，有空就去看一看。好，看一下，我们接着十二天之后打这个寇尔战队。丁义说他完全不想跟我配，有丁义打比赛，那就先不要找我了吧。个人家训，教练点十三点。好了，我现在玩游戏了。嗯，想想啊，我们新职业练了嘛。看一下，这些妹子，这些选手之后再考虑考虑。身为一个教练，是不会轻易的换选手的。来，驯龙师还没练好。你赶快练啊，我们就需要一个驯龙师。今天我们来啊找队友练功。好，以后我们就固定在这个竞技场，在这边等啊，看我的队员哪个要打认可的，我就来找他多排。我时间很贵的，来多排多排。我觉得声音有点大，调小一丢丢。好，这样吧，好感度增加了。教练，你看游戏马上要有大更新了。嗯，我正在看呢。这次会加五个新职业，然后开放新地图。嗯，五个新职业哦，应该还好吧。我们先晚一点再准备那个新地图的战术啊，大家先照着练。我们先照着练。新的 meta。对，这种对战游戏就是看谁先抓住 meta。 来，驯龙师，驯龙师终于练好了，我知道这版驯龙师一定强。稳点哦，稳点，看状况，应该是不会吧。来，转职驯龙师，驯龙师哦，多两招可以用嘞，滚，这样子我们有新的技能可以练了。看看我们学会了正面火力，还有防守反击。核心职业要有法师和驯龙师。防守反击被阵型冲散克制，冲散爆炸。好，再来练这一刀正面火力。DPS 强化。嗯，练战术，练战术。练这个正面的火力嘛，正面火力把它点满，再加一点战术，来双排、啊，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双排啊！驯龙师是核心啊，驯龙师 好练啊，这就是所谓的瓶颈期嘛、嗯。我们有一些选手已经遇到了这个瓶颈了，他们的操作已经达到了极限。来回答一下问题，巴黎圣母院的作者就是卡西莫多。也不是卡西莫多，嘿嘿，最近手感好的不要不要的，随便排排全都赢了，教练也开始有用了，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我要天下第一哦。这个 Monkey King 很得意啊，别在网上叫我本名，说多少次了。嗯，旁边走了一个杂鱼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怎么长这个鬼样子？我是总比，就是僵尸。我的刀是钝的，要不要打架？嗯，来单挑。那你他出手这么快啊？太弱，回家找你妈妈。杂鱼回家吃奶去。再打一次。多少次都一样，你技不如人，有本事变强再复仇。哈，他
他以为自己是谁啊？嚣张个屁啊！好了啦，西级联赛的选手，你现在状态不好，等着，下次把你剁成泥。嗯，自尊心跟不上能力，真是可播啊。好，驯龙师继续练。哦，我们还练会的猎人呢，顺哦。方咪咪最近生意红火的很，哦，他们在搞生意啊。哎，墨雨来一下，问你点事情哈。请问要塞上面的动物雕像是老鹰啊？观察力增加。桌子上有糖，教练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啦，不用跟我客气了，小周。好，赶快练正面火力。稍微练高一丢丢。啊，今天怎么了？两个位置。哦，墨雨，这个声音难道是？我听到了麻烦袭来的声音，应该是。果然是你。没错，猴子人。我应该提早十分钟回去的。能见到本大爷是你的荣幸好吗？不懂得珍惜。哦，是哦。你们不训练来这干啥呢？基地在装修，赵神还带着一群人来搬设备，好如大地震似的。对啊，根本睡不着。啊，他们基地也是哦，他们刚刚拿了赞助啊。练习的好吗？闭着眼说话完全没有说服力，好不好？真是的，有个拖后腿的教练就够辛苦了。莫教练，你听我说，上次被装备胖揍后，我天天失眠。哎，这群人都被这个僵尸仔血虐。我操，什么声音？小孙，刚才是你叫吧？我没叫你，而且我的声音也不是这样的。怎么大家全围在那边？出了什么事啊？哦，这个全屏马赛克的游戏是怎么回事呢？黑火这么难的游戏，这小女孩打得很轻松了。游戏今天刚发售，她就打 boss 跟完事的。真可爱，混血儿吗？喂，墨雨，搭讪要怎么做来着？搭讪这种事我是不做的，但首先应该要先跟对面打个招呼啊。Hello， 小姐，你好吗？先自我介绍，还是先让他自我介绍，还是根本就不用做自我介绍？那是看长相的。要不要请他试试精良薄荷糖？哦，对，让他吸一下，让他说哦，这个爽，来吸一口。腻了。他已经打腻了。我名字是李露娜，是 Red Moon 的选手。职业选手啊？是吗？我叫孙一杰。你是墨雨。啊，你怎么认识我？你们队很不错，想多跟厉害的战队打。我要去比赛了，再见。哟，他也是我的粉丝哎，原来是这个 Red Moon 的选手啊，是国中生。墨雨，他说想跟厉害的战队打，是不是？嗯，那跟你是没什么关系哦。说到厉害的战队，当然是我们 Meteor 了。红月的头号对手是我们，不许抢。好了，阿四，起床。虽然我觉得这一组应该也就是我们两个出现了。录像商店有新货了，扣尔战队哦，买个影片看一下好了。反正我现在蛮有钱的。哎，乙童怎么在这啊？来，给你这个护法用的。哎，我对这个东西有点不擅长呢。火力增加，来，我全都要了。扣尔战队哦，今天可以出去散心哎。好，找咪咪出去玩好了。难得的周末，约咪咪出门散心好了。今天我们去游乐园。
想来游乐园玩，教练你真是个小孩子了。嗯，还敢嘴炮啊？我只是想说出门玩，果然还是来游乐园的。咪咪还帮我们拿着气球，你空出来的那只手就挽住咪咪好不好？好感度增加。哎，真是个小朋友了，出门还要牵手。来，去继续打竞技场了。没人在啊？竟然会没人在。把正面火力强化一下。在这边哦。好，解任务，承受力上升。Leo， 你是谁？哦 ，Leo， 哦，那个谁吗？来，吃个外卖，打个招呼，好感度增加。来分析一下录像好了，破了战队，他们。会使用阵型冲战，使用狂战士哦。这个嘞 ，Metalos 会用防守反击，阵型冲战。咖啡馆有事哎。嗯，在那里的难道是？啊，是罗琪琪。孩子一如既往就说些欠揍的话呢。嗯，今天事情少，我就想来喝杯咖啡啊，不然要怎样？今天钢琴师有事没来怎么办呢？就放 MP3 吧。哎，让我来吧。啊，罗琪琪要来给我们秀一首弹钢琴。哇，他弹得真好，是职业的。啊，毕竟是有钱人的小姐。嗯，按照计划马上就会有绅士，温柔又体贴。哦，在这种小破烂的店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哎，两位感谢你们今天的帮忙，但本店马上就要打烊喽。没有录像了。我刚刚是要去哪里提升能力来着？观察力怎么那么低啊？啊，来做网管。啊，观察力满喽！教练升级，教练好像要再升级才行。来，这个礼拜的训练计划，这个礼拜嘛，哎，练个战术没有问题吧？好，操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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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阵型冲上还没满，这样好像有点浪费。这样阵型冲上会掉下来一点。好，正面火力，先练阵型冲上，先练阵型冲上。反正我们那么多招可以用，但阵型冲上还是很重要的。的操作还可以再提高啦，相信自己就可以。我换个技能啦，辅助专精。正面火力强化。OK， Go。有没有帮他打训练赛了？三点教练点哦，那真的没什么事情做呢。哎，小周啊，哦，小周，来，这个东西送给你。教练不用送我也可以的哦。哎，不行，小周，这份一定要送给你。你们今天都给我吃好一点。小笼包哦，小笼包。没有。有什么资讯？
我去这个细造荒漠跟人家打着玩，结果有一个叫做 Luck Key 的被虐得好惨。 Luck Key 啊，职业选手。好，老周又不上线了，没有事情。铃铃铃铃，欢迎来到狐狸情报屋，在下狐狸为您服务。哦，前辈，原来你就是狐狸啊。狐狸著名的人形之走攻略全书，大神中的大神。打个 PVE 也有个大神任务。我说不打职业，又没说 AFK。 哦，他不打职业的时候来这里虐 BOSS 啊。还有多少新成就等着我去做呢？你也有成就没拿到？对，比如说 KO 的冠军，又比如说守护啊。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不氪一分钱，成为神域的首富。哇、钱不好赚呀。这个人交易行看行情是个认真的人啊，氪家之王。攻略资讯服务不得不涨价，为进一步开源，销售门类也得增加。他跟我的玩法是一样啊，我们都是坚持无氪。对啊，尤其氪金那不好玩了，就是要无氪啊。好贵，你是个奸商。为了拿满成就，我真是努力的不得了。等冠军和首富称号都解锁后，到时候就能、到时候这个游戏就通关了。难以理解他的想法。哦，他在这边努力赚钱。来，我们来解任务。只陪一会儿啊。走吧，米拉。好感度增加，承受力上升了，比赛要来了呢。好，请大家吃外卖。嘿嘿，今天中午加菜喽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大家承受力都上升了，这个礼拜一定行吧。能力都很稳，小周的精准给满了。教练，下课时间到，我要回去了。啊，下班了？哎，已经这个点了，前辈，再练一次吧。什么呀？你要拖堂吗？教练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哦。拖堂也不是啊，我想说现在势头正好。不行啊，签约时说好的，每天下午一点到晚九点集训，剩下时间如何支配？这个你也可以自愿式加班啊。和你们不一样，我忙得要命，还有好多事要做呢。教练啊，生活在于体验。把所有时间耗在同一个地方，很容易未老先衰。你看看李文志，长得比实际年龄着急多了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明天见了，拜拜。啊，有一个人跑了，谁会变成李文志？李文志是谁？我已经没有教练点数了，这只能在这边慢慢培养大家的感情了。哦，小周来，小周打副本。OK， 我们打副本啊。好的，教练。好，我的教练，教练带你刷副本哦。BOSS 我来对付，小怪我来清，机关我也处理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好好的锻炼小周了。昨晚没能来得及做教练计划呢，我们真的好忙哦，早上都要去学校，那时候教授还要问我问题，看不见的手哦，亚当史密斯吧。不是了，这个应该是经济学。在讲这个经济学呢，有一双这个看不见的手，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经济，我还是懂的。今天游戏大更新时装了，上来看看。哇，大更新
更新一张新地图，这里就是新的主城白玉京，游戏开服至今唯一的古风主城。哦，是一个有故事的主城。明明这么冷，但是 NPC 都不穿衣服呢。哦 ，NPC 都是神仙来着。已经有人开始玩新职业了，工程师跟吟游诗人。新职业和新地图的增加啊，对，那战术又要变得更多了，大家又要开始好好训练了，得小心一点。那是得小心一点啊。三天，我看对面也练不好啊。这一周应该不用担心。来，我看小周，小周在沙漠。来，小周打副本。哎哎，不小心自己刷副本了。出意外了。来，墨雨来一下哈，问你一点事情啊。和艺除主职业之外最擅长的职业哦，捕食，捕食，毕竟是我们队的队长啊，我还是理解的。好，训练得很好。小周，等一下，果然是发烧了，你别逞强了。嗯，小周发烧了，应该没事吧，小周。哇，明天要比赛了。咱们出门吧，小周。他只是太兴奋了。哎，小周，我们老地方啊，去打街机，去打街机。嗯，对，既然来了，一定要打破他的记录。哎，小周，上次你也打破过了，还要打破这个 T 的203000分，集中力上升，来吧！哎，来了来了，比赛了比赛了。今天的比赛队员们都跃跃欲试呢。好，来看看新地图。哦，现在可以多一个替补嘞。好啊，我们可以再去挑选新选手。今天我们驯龙师终于可以登场了。这里适合阵型冲散哦。那先老战术走一次吧。我们阵型冲散打得不错，远端牵制哦。他们会用什么战术？他们好像也只会阵型冲散。我这个可以 counter 阵型冲散，第一局先试试他们吧。先来一套正面火力，试试他们。我们有练过啊，你以为我们平常的训练都在干嘛？啊，小周都开始发飙了 ，nice， 小周，好一戏。哇，屌打，他们有地图优势强化，但是克制，他们我们使用的这个。我们几乎毫无配合啊！哎，真的不行啊！可恶，克制还蛮大的说，稍微有一点点生疏啊。小周牙开，牙开，很好，小周又牙起来了。啊，没那么好按的，运气不好。还行，操作持平，收割，小周在此。哦，米米也狂起来了。哦，不错，收割应该是赢了，但看起来有点难逆转。嗯，哎呦，第一局小输一点。
大家不要紧张，第一小局输了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。选择战场遗迹吧。先用哪一招？先用哪一招？阵型冲散。我们先阵型冲散。应该是白救兵。阵型冲散，我们打得挺不错。为什么有人永远都只有一格啊？那个意识几乎没有哎。好，赢了啦，这把赢定了。集中干扰，小打，熟练度压制。寇尔对自己的阵容不太熟悉了。奥斯卡这边游刃有余，小打。哇，寇尔战队其实还蛮强的。那遇到我们，只能说算你们运气不好啊。来，小周。操作拼起来！哎，怎么那么难按？哎，还是赢吧。哦，还好，还是赢的。要打。冰冰冰冰冰冰 ！Victory！ 教练，恭喜您啊！1-1，1-1平手啊！我们现在位置是，还好，第二名，不差的排名。平局教练点数加3，这里要打 Metalos 哦 ，Metalos 不会就这样被淘汰了吧？他们已经输一把嘞。跟你们团练一下好了。这也有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团练了，你们可能再来要去西极了，得让大家周一早点来基地呢。好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这个新选手吗？不知道怎么增加新选手。我刚刚看那个候补可以有两个的说，啊，替补那干起来。好，等等再处理，先训练。哦，周日没办法。来，新职业哈，吟游诗人跟工程师。哦，这么多新职业啊，都可以练一下。来，大家都可以练一下。大家这个意识提高一点啊，不要搞鬼了。这个礼拜正面火力稍微练一下好了，正面火力练一下，啊，练意识就好了啦。来，我们今天跟 Metalos 打这个练习赛啊，得到情报了，他们可能会用正面火力 ，Monkey King 法师战略潜力点一点，战略潜力点一点。很好，意识上升。他们的核心都是他、欸。我看一下正面火力的核心是什么、啊？这里应该可以加选手了吧？这些选手其实平常自己也有在练习呢。刀破猎人。换谁来呢？来，一晨，你来吧，你来这里试试看，防守反击就无法使用了。哦，防守反击就不能用了，那是有点危险。那之后再换吧，之后再换。先这样，我觉得我们打的还不差，暂时先不用换，收集一下资讯。有一个叫做 POS 的人，在赛鹰学院。赛鹰学院哦，
先找小桌啊。哎，卢比，打电动，打竞技场哈。邀请，哎，你都开口了，我没理由不答应吧？那是肯定的，还敢不答应，那要人事异动了。能力上升，我还差得太远了。哎，小周，这稳稳的来啊，相信教练，你好好练你操作，什么战术什么的都交给教练。我看一下 ，Metalos 情报都有了吗？防守反击跟正面火力，他换招嘞。要收集资讯真的是偏难嘞。哎，这边怎么了？跟何毅约好一起组队天梯，他怎么不上线？你打到多少位了？哇，排名不错哎！别说了，之前更高一点，最近遇到同一个人，输得血本无归啊！这个排名第四，剑魂雷文，哦，那个最新的竞技场狂人，每个晚上都泡在这里呢。嗯。第一次遇到有点像当年的借的啊，不过借的是攻速流，雷文速度不快，慢慢的打，跟他打一局他会把你给磨死，这么卑鄙的打法、哦、我是看错你了队长、怎么了？好，他们在谈论我吗？嗯，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模仿你的，但果然还是不太适应，刚开始玩的时候战绩很惨，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。哎，比赛的时候你还是得玩补师的嘛。但打多了吧，总算是有了自己的风格。虽然不，这也是个 Z 粉，看也还行，总算没有丢这个职业的人。对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玩剑魂吗？难道是为了我？你放下的剑，就由我替你重新举起。如果能用剑魂这个职业拿下 KO 啊，真的是能弥补你的遗憾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啊，我多少抱着这样的想法呢。你没问题，我们一定可以组成一个最强队伍，让你的捕师称霸世界。好好用捕师啊。哎，小周，好的教练，哎，我们去哪儿？哇，小周活力满点，每次踏入这里我都感觉非常兴奋。墨雨，我检查了一下药物，感觉种类不太齐全了。这就是个宿舍啊，还有什么药物？缺的药我都列在单子上了，回头补一下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了，还要记得通风消毒哦。好的，助理，处理一下。知道了，教练。哎，这个资料呢都要分给队员。哎，教练，我马上去做。哎，助理小姐，你是不是生病了呢？嗯，助理生病了，哈哈，可能有点被传染到感冒，不过没关系。助理小姐，今天我不急着回去，让我来帮你吧。哦，何以人真好哎，在这个宿舍感冒，那就是大家都要一起遭殃啦。嗯，他天生就是这种性格了，是个温柔的人。哈哈，何毅也是不容易啊。嗯，罗总来了，最近游戏好像更新很多新职业哦。罗总，你消息真灵通啊，一个礼拜前的事情啦。我看到其他战队都在招兵买马，引进专注新职业的选手来着。哦，我们也有在练啊。有有有，我们可以练啊，可以找我申请资金增设替补席，加一个选手，新选手啊，啊，新选手，谢谢罗总，哎，罗总给钱了，好，那我们再拉一个人进来哈，我去劝劝苏妍，让他再留半小时，哎，你小心啊，劳基法会把你吃得死死的。哎，我们准备收新选手。哎，墨雨来一下哈。
哪个地方是腰子里的野外脏之苦。剑魂和法师都擅长术功哦，剑魂竟然是术功哦，是 AP 哦，他听起来很像会砍人的。哎，后面那个同学，你来回答一下问题。五行金木水火土，真是聪明啊，墨鱼。啊，他怎么都不给我增设选手的，增加选手的时间啊？教练，你别训话了，下周我一定努力。好，我们这个正面火力练好了，这礼拜可以了。哇，明天就要比赛了，来签约一个新选手。我们队伍其实不缺什么职业，捕食也有了。驯龙师也有了，弓箭手哦，弓箭手那是真的缺一个，就你了，老王，剩下就交给助理吧。来，苏言，我们出来聊聊。难得的周末，天气也不错。我来找你，我们去参加社区活动吧。哦，现在社区活动，那灯光这么暗的吗？不巧，我今天有演出，只好请你看看表演了。能看你表演，我也挺开心的。怎么这么多老爷爷老奶奶？这是老年大学的表演活动啊，都是老年人。我是志愿者哦，你心肠这么好啊，完全 no problem。今天我是一棵树，我坐在台下看那棵树摇了一个下午的树枝，这里面真的是他吗？好感度增加了。我和迷迷、何意还有苏言在打桌游，要不要来？哦，是他们在坚持啦，要不要来啦？明天就比赛了，还给我打桌游啊！啊，今天如果我们赢了 ，Metros 就准备被淘汰了。比赛什么时候开始？好，教练，赶快安排吧。哎，虽然我们是这个兄弟队，但也只能送你下去了。看一下，使用阵型冲散。哎，他们的猴子都没上哎，那他们输定了吧？首先，哎，这礼拜的训练成果，意识，脚打一倍，防守反击啊！奥斯卡使用这个完美精通的阵型冲散，吊打，哦。哎呦，这是直接送你们下去了，没有输的可能性的。哎，小周再爆个超速，这怎么输啊？还有人直接双手不碰键盘了、啊？啊？哎呦，哼，键盘都不碰了吧、啊？这个。哇，对面后面打得不错啊，但还好我们战术赢太多了。血虐第一小局成功拿下，开场很顺利呢。对面正在选择地图，很好，猎狮森林哦，又是猎狮森林，然后指挥一招，正面火力强化。哎，他们刚好就是要用正面火力耶。完蛋，这一关可能会有点麻烦。我们也会正面火力啊。看来只好使出那一招了。
阵型冲散。这也没办法，只能用这招了。我们正面火力来试试看，今天应该还不需要拿出来啊。好，多两颗，赢了吧？啊？好像不太妙哦。地图又哦，没事，克制，我们压制住了他了。嗯，只可惜只能拿到一点点优势，还好还好，还好了 ，counter counter， 一定要练。哦，就该好好练那招的。这礼拜我觉得训练量不够啊。哇，太衰了吧！啊，他们猴子人没上哎。何毅今天打得有点不行了。啊，不妙，赢了。啊，教练又平手了。势均力敌的对手可以揭露自身的不足。今天刚好有空来看比赛，大家都辛苦啦，晚上吃顿好的。啊，我们晚上吃顿好的。哎呦，怎么这样？哎，没事，我们还是第二名，我们还是第二名。再来，只要再赢一局就好了嘛。第一名是这个 M1 战队哦，好，打爆 M1。下个礼拜打爆 M1 就没有问题了。下周一新选手来了，好的，谢谢你，小晴。至于离队的选手，下周一可能就再也见不到面了。希望他以后可以一帆风顺。我相信我所有的选手。我们现在多了个猎人嘛，欢迎加入我们了。我先看一下我下一个选手是怎样，下一个敌人怎样，模模糊糊的，他们会用绕后拉扯，只会这招哦，绕后拉扯。那我们就用阵型冲散吧，这礼拜把阵型冲散给我好好练好啊。何毅，我只能说上个礼拜发挥的不太好，好好练捕食，好好练捕食。迷迷，哦，我有一个，哇，捕食的那一片被吃掉了。哦，一个影片只能看一次哦。来，你练捕尸，你练法师，你练啊刺客，你练驯龙师。驯龙师呢？驯龙师被版本移除啦。啊，在这里，小周哦。哎，小周，你练狂战士。圣骑士哦，圣骑士现在是不是一定要有的？啊，圣骑士要练一下。好，你就练来，你就进来好好练那个猎人啊。有一天我们用到你。谁还没安排？哦，战术，好，阵型冲散可以。下课时要跟何毅借笔记哦。哎，墨雨，问你点事情啊。请问 Metalos 里面谁是 T？ 这个是44吧？嗯？哦，难道是森哥？好啊，现在我就是战队成员了，放心吧，欠了我你不会后悔的哦。速报 ：ZNG 战队正式宣布解散。哇，这战队西级联赛打到一半就解散了。他在几次比赛中连连失误，还多次这个队员争吵动手的丑闻，
全队退役。他在 X 日宣布解散，很快就在微博上面宣布正式退役，就是上次叫我帮他买滑鼠那个嘛，哦，用滑鼠打的那个。这个队长 Lasing 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。如果有战队缺人，希望给我个机会。嗯，新烂在找战队怎么办？考虑一下吗？约他见个面吧。穆教练，你说要签我，是真的吗？我是说先看看了。你解散之后，其他人都开始找新的工作，只有我还站在原地。我的选手是不太能打架的，因为我不想做电竞以外的任何事情，也不想浪费这仅有几年的选手生命。还有电竞梦。之前我也问过其他横越战队，要么说没有位置，要么直接拒绝。这时只有你联系了我。嗯，没错，因为我认为你有很大的潜力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回去可以考虑考虑。我去，我当然去，我还想回到赛场上。那就请多指教了。但没有位置啊。哒啦啦哒哒。看一下，现在又没有位置。等这样子吧，你等我们升上 A 级联赛有三个候补的时候，我就找你啊。这个 Melt 战队，看有没有什么他们的情报好了。有线索，收集一下线索。哎，在张之源有一个叫做 Teleport 的。那是外卡战队的选手，外卡的就不用担心了。这附近很陌生，小地图也打不开，怎么回事？登出的按钮也不见了，这只能找出口了。是谁？原来是玩家，还以为是怪物呢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隐藏副本，密林鬼影。随机开放，运气好的人就可以来哦。哦 ，Vivi 啊，第一次在这里遇到其他人呢，运气不错。哦，这里会掉很好的装备，来一起组队吧。啊，好装备，极品武器，不心动不想要。我是靠操作的，走了。一个人太无聊了，陪我嘛。嗯，出现了。啊，那个是 BOSS 黄金史莱姆，好快的速度。哦，连我的动态视力都看不到。你真的不陪我打吗？是他还是他？体型这么小，应该是个妹子吧。嗯，是个不错的选手，怎么办呢？好，陪陪他吧。行吧，来吧。哎，让我们啰点啊，谁点数高东西归谁啊。这我一定全都甩啊。猎手营地腰肢里有 Melt 战队的人。哦，腰肢里哦。圣城要塞 Ghost 战队腰肢里。这样子如果我去腰肢里就有机会看到他们，是不是他们在这里 PK 呢？多看一下。嗯，完全懂了，他们可能会使用远程牵制废招，这一招绝对是被我们吊打。哎，小周，我们去打电动。好的，教练，我们去哪？耶，承受力上升，这边的砖我来搬。这个礼拜顺便来认识一下新选手好了，跟他还不是那么的熟悉，那聊聊天吧。新事件。嗯，你想去荒漠吗？还是别去了，今天是半月一次的攻城战。这个
联盟跟教廷的人在外面打架。哦，我玩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看过要塞被攻破了，这次我看危险了。哦，极昼也在那边打架呢。好，我们过来看看呢、啊。他们的老大专玩女生的，专玩女生的号，竟然是一个人妖。北门被攻破啦！所有玩家在东门集合。哦，要来杀主城哦。极昼在教廷阵营的玩家里还挺有声望的。啊、哦，这边有个妹子。这个老妹子应该就是那个老妹子了。动作倒很快呀、啊，极昼的各位。很眼熟。往日怎么就拖拖拉拉，害我们等上好久。今天是打不下要塞了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？哦，这个是来打要塞，那就是北方魔女嘛，看起来不好对付、啊。赶快走。哦。然后又多认识了一个人，北方魔女 Ghost 的战队在 PK， 看一下，他们会用分散包抄哦。哦，好，新选手怎么没上线？那就爬竞技场了。越爬越好啊！迷迷好感度增加。哎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礼拜好像忘记给他们点外卖了。头雾水，就看不懂他们到底在搞什么、啊。完了完了，来不及吃外卖了。香消玉损在马歹坡，李贵妃吧。竟然不是李贵妃哦！完蛋完蛋，真的不妙，真的不妙。哦，还好还好，赶快赶快买外送。电子商城买的微波炉对视力很有好处哦，戴眼镜的人会吃到它、哦。真的假的？微波炉这么厉害啊？食用后会增加活力。哎，小周吃汉堡。哎，小周刷竞技场，刷竞技场。好的，教练。好的，我们来刷竞技场。每次踏入竞技场，我都非常兴奋。饭能吃饱就好了。哎，小周，麦当劳啊，这个好吃的不得了哦，大家活力都上升了。哦，这个月2000块工资。阵型冲散，完全精通。哎，小郭，小周要去被狗咬了。小周，难得的周末，约小周出来吧。喂，教练，请讲。哎，我们去哪里呢？我们去，哎，去公园吧，去公园吧。哎，来跟狗狗玩哈。没事，教练，我只是感觉又要玩狗了，到处都是虫子，汪汪，来啦！嗯，小周比赛前例行公事，跟狗狗玩。哎，苏妍又在喝酒。你是成年人，周末来酒吧有什么奇怪？不强迫，自己选择吧。也是哦，我是大人了，想去酒吧就去酒吧。比赛日到了，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第一局要开始了。好，你们两个先在后面等一下哈。我看一下大家今天，驯龙师，我们其实可以抱团行动。他们是玩什么的？他们是玩远程牵制的。有没有克制远程牵制的？要绕后拉扯，要有剑魂跟刺客、欸。剑魂哦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不练剑魂？来吧，阵型冲散。哦，上个礼拜就叫你们练剑魂了，哎，这一看就杂鱼。应该没有什么啊，脚打脚打，完美精通哦，两支队伍都无法从战术上压制敌人。那么接下来小周要开秀啦，小周等级六，直接吊打，嘿嘿，血虐，咚，来拼操作，那全面血虐，到底怎么输啊？叮叮叮叮，哎，操作也赢了。小周等级六，打 B 级联赛是有点太浪费了哈。哎，就缺你这颗了，小周。啊，这个四个没脸的，竟然在目前为止还是我们这个分组第一啊！哈哈，第一小局成功拿下。对面选了月轮峡谷哦。嗯，那就用那招吧。哎，对吼，我有剑魂呢。啊，其实有人练剑魂呢，只是剑魂怎么就变捕尸了？要是另外一个捕尸就好了。来，阵型冲山。赛前这个思考战术 ，ban pick 是很重要的。来，小周发飙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对面也太多了吧 ！Oh my god！ 地图强化，不要比这个能力值了，这个能力值就固定的，没有任何可能性可以赢过小周。又要血虐一把。娘娘，又是九点。哦，对手操作不错呢。最后比心态，好，小周多一颗还好啊，还好有你啊，小周。赢了吧？哦耶，2-0，哈哈！瞧瞧对面的表情，呵呵，赢比赛的感觉还不赖嘛，对吧？太好了，今天我们赢了。微博上面都在讨论你的战术选择，对一个教练来说，战前部署果然是最重要的环节哦。我完全就是小感控嘛，多亏您与队友们的表现啊，我们才能取得这么好的结果。莫教练，好精彩的比赛啊，下次比赛见喽。这样我们是5分第一名。哎，你们被淘汰了，太惨了吧！我们晋级了，你们降级了。哎。Metalos 没了，我感觉 Red Moon 应该是会好好活下来啊，毕竟他的队友，他的对手没有脸啊。哇，我们兄弟队去打升降赛了，再要打这个 Ghost， 打 Ghost 两个礼拜。先练啥呢？嗯，有没有他们的情报啊？有一个黑人会用分散包抄，分散包抄啊，分散包抄是不是？好像有点怕哎、欸。
分散包抄放什么？哦，新技能呢？如果有一个风行者，就有这个新技能可以用。他们怕阵型隔断跟阵型，啊，怕抱团行动跟防守反击哦。两招我们都会。好，练抱团行动。合意的表现好像还是有点普普呢。练心态吧，练心态。迷迷，你练捕食啊。舒言，心态提高一下哦。小周，哦，小周很重要。小周狂战士再给他练一下。你心态也增加一下。哦，你就你练猎人啊，啊，你好好练猎人啊。来练抱团行动。可以啊，转捕师了，转捕师了。确认更换。看我们是不是又多一招。捕师其实也很高等的。练操作吧，你练操作。好，确定。哇，六等捕食哎，跟鬼一样。有没有什么录像？哦 ，Ghost 的录像。